不要垫脚了。高完健站在身高183的朱立伦身旁，都快被麦克风淹没了。夫妻俩合体扫街，先放闪。晚上还煮这个鱼汤给我喝啊，然后昨天还带了润饼给我吃。今天我们都一起扫街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。今天在新北，明天在台北。阿信小姐打气还不够，高完健要当朱立伦的暖暖包。问今天天气比较冷哦，有没有带一些暖暖包或是保暖的衣物在身上？我陪他，他 OK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站上扫街战车，朱立伦、高婉健一左一右比赞，愤怒上民众挥手拜票，不怕乐，交到欢迎的任何一个支持者。朱立伦执政新北市投票人数320万人，占全国总投票人数17%，是最大票仓。夫妻合体要冲刺选票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回防，是我们从南到北啊，这样一路从屏东上来。然后这两天就最后阶段，昨天在桃园，今天在新北，明天在台北为主。我们全台湾都要冲出蓝军的选票。最后两天固守台北与新北市，尤其新北蓝军立委面对绿营来势汹汹，陷入苦战。朱立伦与高婉健用夫妻同心温暖牌，力图加温选情，守住蓝军北台湾版图。记者李世健、陈玉文，安心小组新北市报道。